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，恭喜台湾之光，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，李安导演。我拿这个奖真的是心里很感动，它对我很有意义，因为我以作为台湾的电影人为荣，我以代表台湾为荣。可是这个心愿在世界上常常没有办法如愿，我们受到很多的委屈，我觉得受到很多的委屈，所以今天我拿到这个奖，在家里拿这个奖，我觉得非常的安慰，心里面非常的踏实。谢谢大家，台湾所有的电影人，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台湾的电影努力，台湾电影加油！